Hello， 今天推荐这款笑窝窝家的这个开心果，这款是无漂白的啊，就是没，它是原色的。这一罐是500克。开心果，开心果是我最喜欢吃的坚果之一，我比较喜欢吃开心果、松子、榛子，还有夏威果。几乎全部都开口啊，可能会偶尔会有一两个没开口的。像这个品质，咱们在超市里面，哎，得七八十一斤，真的。你去超市里面看一下，它是有咸味的那种，特别的香，没有坏过。它是偶尔也会有颗小的啊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大的，小的也特别的饱满。年货必备，视频主要角的小红车可以下单哦，拜拜。